大烫头，两头两尾，捆紧，放个火烧，非常的喜欢，千千万。今天这款最好看，没有见过的，请扣一。我啥机会让你对着你手？我都是才跟我黑人学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今天买了四斤肥肠，做一个肥肠中的劳斯莱斯啊，香酥肥肠，再加入清水冲洗。哦，这个方法只能洗光滑这面哈，带油脂那面是洗不干净的哈。把菊花下下来泡开水，再翻过来撕去多余肥油。阿哥，点火哦！要得，开干。凉水下个肥肠，葱姜、料酒，先焯好水。焯水后拿出备用，换水，放入半根香叶牛皮、山奶、花椒、海椒，一点盐巴，肥肠回锅，煸了四十分钟。拿出来控干备用，哇！放点麦芽糖，调个脆皮汁，大红遮住，化开，再放入肥肠，给它做个 S 皮，风干以后再浸泡水，锅烧宽油，六成油温下入肥肠，不停的浇油在肥肠上面，让它均匀受热。全部上色后先盛出来，油温升至80度，再浇一下，让它更脆。再给它，再给人调调。点缀两根香菜。就这个香酥肥肠，我后几天评论里面有个可爱的赞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哟，我请哦。要得，请啊。哎嘛，上我这个香酥肥肠，再来这个干的，来王工，你尝尝这个，巴适的吧？外边是脆的啊。嗯。我们炒起吃别爆浆哎嘛啊。也超级好吃多。嗯。哎，巴适。听我。哎呀，那这么下去才行嘛？下烧油是对头的啊。香酥肥肠，不爱吃肥肠的人可以让他尝试下这个肥肠，他绝对能爱上。喂 ，Hello， 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我，先付了几块我们，好了没？我咋个？我们两个人，拜拜。有的慢慢吃啊，我。哎嘞。